睡。今天又来炫第二个冰淇淋了。今天是迪士尼狂炫冰淇淋啊！迪士尼狂炫冰淇淋的女艺人就可能只有我了。迪士尼狂炫冰淇淋的我。笑飞象。那个上面是草莓干，我觉得好好吃哦。嗨嗨，我们刚刚玩的一身都湿透了，然后我们就回去换了身衣服，然后我们就来下午茶啦。没有这么多甜品，好可爱。今天的一天应该叫做沉浸式吃播，我今天是把基本上这个里面的吃的都很吃了吧。当当当当，今天是沉浸式迪士尼吃播的最后一餐牛肉饭，已经吃完了。我喵喵，这真的是小火车吗？小火炉吧，小火车。不管他们怎么跑，他们的头。我要回家。孔飞能学习上台，能模仿他，有点刁钻啊。走。那你这样吊，给他吃了就行了，是吧？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我妈全心里在纠结，她要不要放下她的尊严来吃我这块肉。白虎这两天请假了，换了两只豹子来，换了两只美洲豹来替班是吧？
家里放一个这个东西。他说坐左边，坐右边，他不会有什么。这是我们小的，他会抓肉，超级软，看看吹多有力量吧，太好了，太肉，对，那么小，老是那么小。你过去。已经很久没这样子晒过太阳了。他们当时跟我说很晒，我还没有信，我觉得应该还好，应该会有些空调房啥的。身上全是户外，而且，哎，反正今天圆满的失败了。Hello 啊，大家早上好，我是乌斯。早上好，我今天静止前给大家录一个 vlog， 你们催了很久的 vlog， 今天要更新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来到了迪士尼，这是两年之后第一次来到迪士尼，不知道下一次来又有什么时候了，所以今天要戴上眼镜，要看清楚，看清楚新黛露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太兴奋，还是我一直就是换地方换床我就会睡不着。今天早上八点睡的，然后现在是十点多，睡了两个小时吧，就是很兴奋。好奇怪。多么清晰的一天啊！第一次收到签名照，各位公子，哦，不，公子。各位公主、王子的，还有米奇的，第一次收到签名照，我就是感觉这个心情还挺奇妙的啊。化完妆了就很快，我自己化的话就只有眉毛、眼线、眼影、口红和底妆。备出发啦！哎，以及这个完妆的一个大过程，哦，不对，完妆的一个就是出发。对，这个我们的那个就是那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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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